间，Plan 然后 B。再去那边看一下，然后我们用别的方式再看看。好，好，明天我们再去看看，先不急不好，急。哎，学弟你来的刚好啊，就没是事。这病人就是手术已经结束了嘛，那他现在亲友在旁边陪他，3个月就可以出院了，那再麻烦你就好是好帮忙好，顾一下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好的好的，好，那今天先这样，我先回去休息睡觉了，明天我们再约个时间一起去那个处理一下事情。好，我也，好，你再躺一下吧，应好，该再睡一晚下下就安，好了。哦哦啊，有空我们再来探拜，望你哦。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明天见，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见，睡一下吧。好，我睡一下。学长，就是啊，田英晶学姐刚才不是帮那位易先生，移植了一颗蛋蛋，对吧？对。结结果那颗蛋蛋的来源好像是有争议的，好像是从别人那起偷码来的，有啊，不，两不亿是偷颗，来的，算你六百骗万，算来是的。你的。骗来的？啊，大是啊，事，他说自己是我们车行商的量一下人，就嘛，让车行你的觉人得怎么给他一样？颗在这蛋，啊，里，结果发在这现那里。个人根本就不是车行的。哦，你觉得要怎那么处理就嘛？是就英是一晶场学蛋姐怎蛋么之会间这的样？赔纠钱纷啊，赔。啊。好吧，那现在英晶学姐好像也下班了，那可能也没办法，我们也没办法处理啊。是啊，那现在局长好像是说，要么就是谈个价嘛，让那个嘻嘻把钱给对方，不然就是要现场把他那颗蛋给割下来了。哦，那个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那个混进去好了，不然到时候出事很这样麻烦啊？啊。对啊，可那如我果们也局不长能命代令我们替要，局长啊，但是这不啊。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啊，是您英说晶还学是要姐的等事。英晶学姐上线，让英晶学姐是，上不班，是，我们才对能够对对，处理，是吗？是是是。或是要院这长样做啊？主啊，但他们两个都休假了。这样啊？那我还是我等一下我听听他们怎么说，如果价钱谈拢了，说不定我们就不用割了呢。好好好，那再麻烦你啊，学院妹。长，院长不是说他啊，只对早了，班甭客气，吗？甭客气。你们刚刚也辛苦，来来来，哎，我问刚刚一也个辛问苦。题，哎，是。一个礼拜跟一个月换算是多久？这个咱们无限定啊，问的啦。你说一个礼拜跟一个月什么意思？你说住院的时间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无限电，无限电。一个月是那个梦里的，对，就只限于住院，是对多久？一对，个就月只是多久？你的1分钟。一个礼拜没有这东西吗？通常是月起跳啊，一个礼拜，对啊，没有，我是没有用过啦，看你啊。好好好。啊，对，你们那刚刚也辛学苦，长，你那，说那哎，是。个 X 光机，我们得跟院长配，拿，那跟院长拿是吗？没有没有啊，你们一进来就会有啊，在那个新手礼包里面都会有。一进来，我们医院不是有给一个那个见习生的礼包，呀，我那个没里有面拿，就真有。奇怪。你看学弟有啊，哎，我是他被很职奇业怪，介绍所那当他上的资呢。料夹也没有，很奇怪啊，真的吗？对是啊，啊，他资拿。料夹，还有那个什么 X 光机也没有，手电筒这也是标准不配用备不用，吗？行他的啊，手不用电不用，筒不是啊。他的蛋我不屑，还你。不是啊，为什么？当初蛋蛋是怎么过来他身上的？不是也是你自愿才有办法动手术这边吗？有病不人，然我学弟，们那再你跟以后院走路长要讲怎好么了。捏捏他有嘞，两这样好颗吗？啊，总不能他有两颗，我一这边颗有啊。病人，这边有病那人。个其他不相干的可以先回避吗？我会害羞。这个民事纠纷到底是人证也不这样在，他以后物要证也变不娘在，娘腔了哎，怎么办？我真是受不没了。有，他习惯当娘娘腔学了。长，学长，学弟，是哎，你什们么学情长他况啊？们这样可以？动不动就要换蛋蛋，蛋蛋哎，换那来换个去这大样四，子。手术费你要出哦，不然我不动哦。
总数倍多少啊？啊？九四八七是乘以二。要怎么换？没有啊，是那不要套套说三千不呐、啊，要帮他套们套说换有呐、啊，自你也备的等话三院千长呐、换，单单一直换来换去，等到底院是怎长啊，样？院不长要，早班。对啦，我们没有我办不法知帮你道支招啊。哎、欸。啊，这而样且讲这也样是短啊。时间的蛋蛋这样换来对换去，容啊，易感他染们这的、啊。样，对啊，别换吧。等一下一个感染就整组都得切掉啦。对我啊，是不太等清楚院什么情长，然况啊。后我了解一下，他们一直说我们蛋蛋怎么拿来拿去，一下一下给蛋，一下又不给蛋，一下又给蛋，一下又不给蛋。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动手术啊，护士小姐？不动啊，不动，这那位你弟先弟跟先我生，来。哎，你是我们田英金护士小姐替你移植的蛋蛋是吧？是。因为你那蛋你好蛋像移可以植出的院手术了哦。太过频繁的时候，会让那个蛋蛋那边容易遭受感染。我建议嗯，您啊，还是等田英金小姐上哎，班的时候，再由这个泌嗯，尿科对啊，因专门泌为尿已科的田英经金小姐差不会多做一了，个专可业以的诊断。出院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也觉得这样啊，不要比较好，跑哦，比较安怕全。伤口裂开。但是哎，您说您这个好，我蛋用蛋是跟人走家的。借来的好是的好吧？的，不是借，是他给我的，就他，哎呀，就是他这个。这谢个谢。原住民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慢慢走哦。他借这给位我，他给你了你你叫一我。颗蛋蛋，但总之你们现在是要换回去是吧？是啊。嗯，哎，学妹，让我没跟人他叫你聊一啊。下。哎，嘿嘿，你来一下。哎，我原讲演这原个住我民说，呢？你我以跟为我他来一叫下，我。嘿嘿，这次是要跟我怎么来一了？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一，哎，那个谁啊？先生，护士小姐说这要个等墨西阴干茎头的上先班生，呐、啊。啊，要等还有阴茎上班是不是？你跟我来一下。这位还有先什生，么这事位情先生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哎，这位先生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这位墨西干头的气先死生，我了！真的，妈的！先生，先生，没事没事，学我长知道这，您少了一颗蛋蛋，心情特别妈了浮个躁，特逼别的的！起伏。是啊，是您放他有心，两，您，不能他两颗，我一颗啊。好的，您放心，您放心，我们这如果有问题，我们田英金小姐回来一定立刻帮你解决。但我先问问您叫什么名字啊，这样我们才有凭有据嘛。我叫大四啊。大事是吧？是啊，大事，那您跟那位嘻嘻先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们本来是他本来都跟我说他是车行的人啊，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车行啊，他是黑帮啊。啊，所以等于你被他骗了一颗蛋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。好的，那大事先生啊，这样吧。我们先交换个电话。那等田英金小姐，等田英金小姐上班，那我这边再主动联系您，让你们来感觉进行这样换感蛋觉蛋的就动作，不太好行吗？啊。我的电话是10818。哎，大炮，怎么来？没有啦，来凑热闹着，的啊。哦，嘻我以嘻为嘞。着凉了呢。嘿嘿，刚怒气冲冲的走出去了，跟那个小五出去谈事情了。已经处理。哇，好累好累哦，2点多了哎，听八卦听这么久。怎么了吗？朋友是不是睡着了？哈？你朋友啊，是不没是睡有，着了？我在等雨停。哦哦哦，你可以叫计程车啊。没有，我等一下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我做梦一下。哦，好好好。现在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办？他没还你我们吗？是不是要等啊？对啊，没手术没动啊。现在是怎么回事是因啊？为院对啊，长在吗？他们说院长跟那田英金不在啊，他们好像这边的人不能动啊。那就等明天啊。好好好。自闭。
尔康。现哎，那在丹丹的在事再麻烦你啊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我就帮你们留意着点，只要田英晶学姐回来上班了，我就立刻跟你们联系啊。啊，好好，谢谢穿你，谢谢你。那这个得丹很丹对快我朋乐，友真的很重要，你也知道，男那生是少一颗丹丹其实什么？不好看，你知道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我知他道当的，初也没问题是的。出于好意，想说先给他一颗丹丹，啊，那个人又骗他说他是车行的，他就真的傻傻的把丹丹送给他了。那他现在不哎，还他，我觉得我朋友真的是很可怜，他你只有一们颗丹丹。没事，只有一颗蛋蛋也是活没得事很啊，好的。先不像要我难们祖过。国有一个陈奕迅，他也只剩一颗蛋蛋呀，但他还是生了孩子，没哇事塞，的啊。好，谢谢你。没事啊，等英晶学姐回来上班，她就会帮你朋友处理了，他没穿事，裙不要摆的担啊，心。然后绑两条辫子。好，我知道。哦，那个就是新的女警对啊，哦。哦，有机有会我新再来认的识女看看警她。啊，我也来，我在哪是新的又女走警了。啊？哎，好，总会有机会认识到的。小雨谢谢，吗？谢谢。你怎么在这？他在睡小雨学觉。姐，哎，怎么哦，了？在睡觉。有事跟我讲吗？是啊，这最近这蛋蛋纠纷怎么这么多呀？啊，你进来讲，我头局真长的还很好在痛。你。我跟你讲，明天我会找院长讲一下，最近蛋蛋纠纷有一点多哎，学妹。小五小姐，那个小新，那个阿坤在吗？阿坤在里面啊，诶，应该吧？哎，怎么啦，小雨？安，你的亲友呢？他们回家睡觉了，阿坤。哦，学弟辛苦了，开完刀还要擦玻璃啊。那现在你伤口有没有好一点？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有，我觉得我好多了。哦，那你现在打但是算怎我么觉办？得，我今天，啊，我们去旁边。哦。里面讲秘密，外面讲秘密，我在这边。敲墙壁，有没有？押韵呢？得知就是，我好想听秘密呀、啊，让我听秘密呀、啊！看看哦，有没有？让我听秘密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好啦，我真的差不多该关了啦，这次是真的了，因为眼睛开始在酸了。这次是真的了。哎，我还没去领枪诶，明天应该等有人上线去问一下可不可以领枪，是吧？感谢发喽。眼压有点重重的，然后小姐，动作。板子快敲没有啦，安安哦，安安。要睡了，要睡了。感觉记录档会传很久啊，我明天再一次整理好了。
搞不好传到我天，感觉 GTA 要分段吗？还是要传一次性的啊？就一整个的，因为不像开个两小时，分个十分钟、十分钟这样看比较轻松啊。这个是超长欸，我顶多分个半小时、半小时吧。这位小姐保重你哦。是紫薇，不是紫薇。紫薇啊，是的，是的。紫薇。哎，学长，你在擦垃圾桶啊？我在检查蟑螂。别检查呢。你看地上蟑螂很多啊。不看，看了起鸡皮疙瘩。我还没领枪哎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哎。那咱们还是再去一趟警局吧。那原本想领个枪，就结果现在搞成这样。走啊走啊！哎呀，领了枪就可能就要下班了，累死了。您的车啊，您的车，你去驾驶座吧。哎，你有锁？你没锁啊？好好好。您开吧，您开吧。可是他说没有经过院长同意耶。但是。我又怕被三猫攻击耶。是啊，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得想办法，就是跟他们谈谈，就是还是得拿一把电，还是得拿一把 AED， 免得，哎，你知道我今天啊，在救护的路上，差点就被袭击啦。有啊，我第一次救人的时候就是等三猫跑掉我才去救的啊，那时候救的心惊胆跳的啊。是啊，我今天遇到一个人拿枪指着 我都快吓坏了。哎、欸、我我哎哎、欸欸、我那个点点，哎、欸、你要等一下，你在飘，怎么跑掉啦、啊、局长，警官说他有事啊，他往那边走了，你要去牵车吧。局长，局长，不要走，局长。局长，急事啊，局长。局长。局长，有事，有事找你，有事找你。哦，好，我先停一下车哦，我刚刚好好好好出去一下。那你会不会比较急啊？还行，你们什么事情？你们很急吗？攸关我们性命，攸关我们的性命。好，那我先停个车。那个局长看到我就跑了，真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长得这么美若天仙，怎么看到你就跑啊？那局长我看八成有问题，每次看到我就跑，不知道是做了什么亏心事。他可能怕女生吧，怕美女。就是啊。你说你为什么看到我就走啊？没有啊，我刚刚是临时接到事情，我要出去一趟啊，你误会了。你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我刚才传简讯给你，你也回了我个点点点点点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啊，我有加你的电话啊，我刚刚就加了，我是太忙忘记了。那你怎么会问我是谁啊？你根本就是没加我电话。不是，我现在已经加了，我现在已经加了，没事，我已经加好了，真的真的。那你传封简讯给我，我看看。你现在才要加是吧？啊？你现在才拿出手机加，没有？你看我传给你了，我传给你了，我要传简讯给你。哇，这个我去。学长，好好辛苦了。怎么？啊，学长来，学长。我说啊，就是我们最近啊，就是在救护的过程中，常常遇到一些蛮危险的事。像我今天，我就被带到了一个病患的家中，他还拿枪拿出来给我看，我吓都快吓死了。啊？你到病患的家中？是啊，他车祸的地方就在他的家附近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他有东西放在家里，他要住院嘛，他想回去拿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就先载你回去。那他就要我上去喝杯茶，喝着喝着，他就说，哎，你看我这好大一把枪，是不是枪给偷出来了？啊，真的？那他有对你怎么样吗？他就是拿给我看看，叫我不要声张，叫我不能告诉警察，所以我也怕。哦，啊，是谁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个人，我不能多说，我怕他找我寻仇呢。不是，那你来跟我讲干嘛？你又不能多说，那你来。
跟我讲什么？我就跟你说说，用我们院长说，可以跟您申请一哦，把，可以。就是 AED 枪。啊，你是说哦，那个电击枪是吧？是啊，那您真的不想知来道来这个来，人是谁我吗？给你，不是啊，是你不讲，不是我不想知道啊，你可以告诉我啊。那我如果告诉你，你会保护我吗？我可以给你一把枪啦，就电击枪啊。但是他拿的是真枪呢，我拿着把电击枪有个卵用啊！不是啊，这只是在比一个开枪的速度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你好了，们警我会方啊，没有会办保法护你保护啊，我们市民的话，该怎肯么办定保啊？护你，一定会保护你的啊，没问题啊，保护你是警察应该要做的啊。那我比较想看你跟龙鼻警员都可以过来保护我。我们两个可能很难出现在同一个场合，因为我们现在有点忙啊。我们我先弄一把我枪给们你警吧。局来了一个新的女警是吗？对啊，刚刚那个穿白色衣服，你看到吗？我就恰好没看见，不过没关系。不是我跟你们哦，说啊，就是女生还是挺危险的，你们还是要好好的提防女生啊。好，女生那里危，那你也挺危险的啊，你不是也是女生？不，我虽然是个女生，但我心理性别就是个男子。你心理性别是个男子，你要小心是哦。啊，所以我离他特别远喜点，欢离他看远男点。子之间你要互小相心超哦。乎友谊的感觉。不是，哦，好的，没你问放题。心吧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你别看着我就好，跑。我不会啊，没有跑，你真的误会我，你怎么会这样觉得嘞？我是真的都有事情啊，我刚你看我刚刚刚还没处理那下个。车呢，就听你说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昨天去救那个阿福远景也是，那阿福远景，你一通听都是我来，就说那他就倒在那儿，叫我赶快过去，你就跑了。不是啊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两个警察嘛，那他我看到有医护来了，我就觉得安心了，我就赶快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情嘛。是这样对啊，吗？但我不我是听想要很躲多你，人你在说误你会是啊。骗子呢。我这怎么会？我绝对不会骗人的。是吗？对啊，我那讲的句句你都是把我属当实人啊。吧。以前还没当局长的时候不敢说了，那现在当局长了，我当然是希望。就是可以当的让大家可以认同嘛，那骗人我肯定是不会做的嘛。好的，我就我是姑以且诚相信信你的，这一次啊，我就你多看着亏我了是刚毅的你脸让我庞，找到工作。那我还的好确没觉得事。你的脸对，庞挺刚刚毅毅的脸的，庞，诚恳的脸，诚恳的眼神，是不是？我完全就是是靠啊诚是意在啊打是动啊，所有的人啊。我看你这刚毅的脸庞，坚挺的下巴，就是可以感觉到你应该晚上都和男朋友一起蛮幸福的。不是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我喜欢的是女生，没有男朋友。你昨天分明跟我说你喜欢的是男生，哎，你传什么简不讯是，啊？在别不人面……是，有记者找我，我看一下是好谁。啦，那你先把 AED 枪配给咱俩吧，咱们俩好，就你们俩是……都没有是不是？好，没有。是我啊，先是啊。给，因为要救我人带都要电脑等一把。三猫走了才能下车救人，有点可怜。有这么扯？你会被有，山猫追是不是啊？没有，救护旁边有三猫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哎，局长，谢谢局长，谢谢局怎长。么了？局长，你对，们警察是。局还缺人吗？警察局今天刚好满编啊，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我其实一直在找有志的人士，谁知道今天就刚好来两位。真的啊，那就恭对，喜啦！那你们没远事景没事，可谢得谢谢谢，千万得小心啊！肯我在定医小院等心。你们啊！医院的这多不吉利啊！哎呀，出勤难免受点擦伤、皮肉伤。不会啊，我已经老经验啦，没事我不会随便到医院的啦，这样也不太好看嘛。你看，你想看局长一天到晚在医院，你看这能看吗？这不行吧？那局长，你有没有深是度这样的吗？身体检查一下，例我行公不用事了，啊？我每天都有在运动啊，我应还是要该检身体还查一算可以下，吧？有目些前，影集需要看一对啊，下。
啊，那我有空，有些影集是不是？我都看《阴尸路》了，我是不知道你看什么了。我们就不要不好笑，不要回他，那看他怎么圆啊。好啦，我有空我就会去看医生啦，好吧？我有空我就会做身体检查，我现在有点忙。好好好，我先回一下记者简讯，等我一下。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好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那我们就走啦啊。拿手机不能讲话。好，不送了，拜拜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看，我就说那局长铁定有问题，对吧？觉得他应该是喜欢男生啊，不知道你怎么想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他就是死活不肯认。你看他提到男生就开始结巴，一副就是很害羞被发现的样子啊。铁定是支支吾吾的。安全带啊。有的有的，卸上了卸上了。看来现在这个时间，哎呀，又吓死我了！哎，我也吓到了。现在这个时间，我想可能也没什么病人了吧？但咱们等等就可以，差不多可以准备下班了吧？对啊，拿到枪就可以走了。终于啊，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就是用 AED 治疗人的滋味了。哎，刚刚这边出车祸哎。啊，刚刚啊，我怎么没发现？我有收到报案啊。啊，然后吴涛涛，刚才那个吴涛涛的学长已经过去了那儿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在这里。啊，这里的车要记得存好啊。好的好的，您就帮我开回去吧。这外面怎么那么多人在抽烟啊？哦，真的。我帮套套停个车，你先进去打卡呗。拿到 AED 啦！哎、啊，学长，没有啦，需要这个你留着吧。没有啦，手术费啊，大家的功劳，不是我一个人动的刀啊，这是大家的功劳啊。什么东西？对，学长您这样太客气了。谢谢学长。哦，谢谢你这么多，谢学长。没事，大家都一样。对啊，对啊，大家都一样啊。学长，我们刚才在警局那儿遇到小副局长，那他刚才已经把 AED 枪配给了我，还有就是小新学长啦。哦，了解了解，我还没有去申请，我还没有。可以去看看，因为现在局长在。没关系，不然我们忙完以后有空再去吧。相信警官既然那个局长会配给你们，一定也会给我们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带着小紫薇学长学姐学妹过去。谁是你学长啊？抱歉，你刚刚说你内心是个男的嘛？学弟，你工作也是辛苦啊，一整天。比较男子。有，我准备打卡下班睡觉啦。啊，我等下也差不多，我等处理完这个。好的好的。处理完这个病。对啊。好的好的，那我也差不多要下班啦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没事早点休息啊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。我想要去换件衣服呢。你可以换啊，我等下就直接去睡了吧。好的好的，你还是别穿高跟鞋吧，跟你讲话抬头有点酸啊。好了好了，我考虑啊。好好，你考虑一下哈。
学妹，学妹是朵朵。啊，先换衣服再打卡哦，不然你不能换衣服哦。可是我这衣服我当初就是按错了呢，我的平民装就是这一套，我现在觉得有点困扰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想说得去服饰店一趟呢，我先去服饰店一趟再下班好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慢走。下班喽。用啊，然后好不容易我们才帮他开完刀，结果现在却这样。先生，你是学我是学弟小新哦。哎，你不好意思，换便服看不出来。好，下班喽。好，拜拜，吴涛。拜。吴涛，我想说你心理系的，不然你看能不能开导他一下，让他不要这样。我觉得你应该做得到啊。好，先让他休养好了，等一下醒来之后。他修养完之后，我再跟他聊聊了。对啊，不然学长我也没辙啊。听不到。好啦，不要听八卦了，我们关台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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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。Hello。嘿嘿嘿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嗨，你是？我下班了，我是早班医生啊。早班医生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像没什么看过你。小心肝啊，有啦，你看过我，就是戴这个的啊。哦，有印象了哈，扔面具，扔面具。有。好的好的。印象。你叫小心肝哦。啊，你怎么不穿鞋子啊？破掉了，还没去买。还没去买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。好，慢走慢走。好，拜拜。扔面具。好啦，关台啦，拜拜。